虽然今日云雾城的原石都让不小心给毁了，但我探入不小心石海时，还是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情报。海神宫的太叔公主有一颗珍稀原石，小小一颗汇聚了成千上万的能量。海神宫背地里竟有如此珍宝，此时他们在云雾城正悲坐一团，现在正是偷袭海神宫的绝佳时机。好。 Thank you.
ージ。一定会救出雪鹰，放心吧。元老们这么看重他，他却以这样的方式成了英雄。公主，大事不好！之前杀死的那些恶魔突然爆燃了。爆燃？怎么回事？他们明明已经死了，但又死而复燃，整片海域已经变成火海。先回去，